下午时的课桌，拍卖想象的自由，涂鸦的梦，虚拟王国，都是我的感动。你我都有过，你我都有过，背叛你怂恿，背叛你怂恿，那不懂好奇诱惑，品尝过之后，才能够学会认同。那懵懂，谁没有过？那青春。花样疯魔，想推理的小说，读到最后才辽阔。那纯真，腼腆含羞，这时光美丽动容，在谈笑互动后，青涩我们都变得更成熟。真的是搞不懂许昕怡她有什么好的，让你们两个像傻瓜一样的那么迷她。如果你在毕业前喜欢上女生谈恋爱了，那你就穿泳裤跑操场一圈。你认为我们可能赢吗？让波汉乖乖的穿泳裤跑操场。要赌就要赢，要赢就要想办法。你们可以教我怎么约女生吗？我已经坐在训练旁边了，下课要装用功，黏踢踢的。哇，心雨的笑容好美啊！我有问题想问心雨。来啦，我教你，不用排队的。林博焕又不是许昕怡，你抢什么、啊？我真的是搞不懂许昕怡她有什么好的，让你们两个像傻瓜一样的那么喜欢她。心雨她聪明、热情，拜托你们想点新的形容词吧。我还懒得跟你讲了。哎，手机借下好不好？才不要哎！哎，这几张照片哎。哦，你们两个，哦，都是你们啦，害我手机又没电，现在我爸妈找不到我，又要念我，收到账单，发现我网络使用过量，又要骂我了啦。我就跟你讲嘛，跟你爸妈说搬到四号吧，他就不用再骂你了、啊。对啊，而且比较划算。比较划算，又不是花你们的钱，你们当然觉得比较划算啊。要不然你办吃到饱，多出来钱，我跟一鸣一起分担。好，这个办法好。才不要嘞！博翰，我跟一鸣都愿意出钱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打的算盘，你们是想要随时更新新语粉丝专业吧？哎，真搞不懂你们这样子有什么收获？能看到我们自己喜欢的人，我们就开心啊，这就是我们的收获。在我看来啊，这都是浪费时间的。哎，你没喜欢过人，所以你根本不懂这种的心情。我可不想要变成跟你们两个一样的傻瓜。你又知道了。绝对不会。那你敢不敢赌？赌什么啊？赌，如果你在毕业前喜欢上女生，谈恋爱了，那你就穿泳裤跑操场一圈。赞，这个我赞成。放心，绝对不会有那一天的。哲成，你认为我们可能赢吗？让波汉乖乖的穿泳裤跑操场。要赌就要赢，要赢就要想办法。有什么办法啊？
博翰，可以和你即时通吗？我有功课想问你。什么问题？今天老师教的数学，我有些地方不太懂，想请教你。其实只要掌握好乘法公式的应用，就简单多了。博翰，你真的很厉害，把老师教的东西融会贯通外，还有办法教我。下次我有问题还可以问你吗？好啊。博翰，你人真好，谢谢你。不过你可不可以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通即时通？为什么？怕同学知道会笑我。OK。一定哦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哦。Your friend Nora， 哈，这个是 Nora 写的信。好，我们看下面 A、B、C 的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？博翰、一鸣、一鸣，喂，起来了。你们两个昨天晚上干什么去啦？怎么两个同时都打瞌睡？老师，我昨天念书念太晚了。哦，那你嘞？我念书也念得很晚啊。下不为例，坐下。这里，新宇，麻烦你来回答。They talk about their summer vacation。所以正确答案是 C， 对不对？好，很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题目是 When did Hannah visit Japan？ 这一切的答案呢，就在刚才上面的那封信里面。大家找一找，看看 A、B、C。哎，博翰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不好意思，耽误你下课休息时间。都这么熟，不用说客套话。博翰，我们两个要去福利社一起去。哦，怎么连新宇发过通话都那么可爱呀？嗯，怎么可爱啊？就有人要约他出去玩，他就连拒绝的方式都很可爱啊。哦，新宇他怎么拒绝的啊？哦，反正新宇很难约啊。不换，如果你想知道新宇的事，你加入他的粉丝团就好了。那你就不会觉得白白的借我们手机用啊？好、哦，好啊，那你帮我加入一下啊，这样子以后我借你们手机也比较方便啊。这一半。你回到家了吗？新宇，你在吗？哦，你干嘛把音乐关掉了？
都是你了，叫林燕关小声点不听，差点遇到讯息了啦。我在，怎么了？你以后不要对我这么客气啦，很见外。玉米，伯伯和新宇今天有讲过话，他们讲什么？我怎么知道啦？你不知道，说好你要当天生密探的，跳哪去了？我不用上厕所，还是他上厕所我也要跟。这阵子我发现你很多优点。谢谢你。不是跟你说不要一直跟我说谢谢吗？我加入你的粉丝专业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新宇和博翰好像发生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哎。你在忙吗？哦，我妈又在叫我了，我要下线了。多亏有你的。要是我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明天放学再聊哦。欸，我们好像很快可以看到博翰穿泳裤跑操场了耶。在看着博翰跑操场之前，我们两个先不要被拆穿才好。会吗？博翰有那么聪明哦？博翰又不是你，更何况博翰很难应付。新宇，我来帮你。博翰，谢谢你。哎呀，这又没什么，你不用一直道谢啊。我没有一直跟你道谢啊。每次问问题、聊聊天，你总是一直说谢谢，你太有礼貌了啦。你真的很有礼貌哎，难怪那么受同学欢迎。你也是啊，除了很会念书以外，也很热心帮忙同学，你真的很受欢迎哎。新宇，这个礼拜六下午要不要去看电影 ？Yes， 泽成，我找到博翰喜欢新宇的证据嘞！真的吗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复制这个网页！复你个头啦！我们不是真的新宇，这可是伪证哎！时间、地点、影片，你决定。你们可以教我怎么约女生吗？你想约谁啊？你不说，我们不帮你哦。是新宇。所以你承认你喜欢新宇哦。那你也承认你喜欢女生喽？嗯。那你什么时候要穿泳裤跑操场啊？哦，一鸣，我现在在为爱情困扰，你只关心我穿不穿泳裤跑操场，你这算什么朋友啦？嚯，身为兄弟，我当然会帮你啊，只是你要愿赌服输。对啊对啊，先跑再说。操场都没人，跑起来还真没意思哎。这样就好了啦，如果操场太多人，被学校知道，我们也会有事哎。
奇怪，博翰怎么还没来？不是说好要穿泳裤吗？你怎么穿成长裤？哇，博翰，你好性感哦！哎，对啊，少说。好，等你跑完一圈，我们就当你的恋爱顾问。你看他的那个唇呀，原本就是应该这样嘛。对啊。看，我不是说过了，我们会赢的。看。爽吧。下午就赢了吗？啊，愿赌服输就这样。哎，博翰来了。你好猛哦！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啦。不是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都没在偷拍哦。是谁？不知道啊，我们收到的都已经是转寄很多遍的。我们还以为你想红嘞。好了，你别再看了，不要那么高兴了。敢做还怕被拍，又不造假，有什么好不高兴的？博翰，如果你们是博翰，你们受得了别人这样笑自己吗？所以是因为你们打赌，博翰才会穿着泳裤跑操场的。这影片真的不是你们上传的吗？才不是，就是说把事情搞大，对我们才不好了。什么叫做把事情搞大会对你们不好？一鸣，把话说清楚。老师，我现在讲算不算是自首？没关系，你说。其实我们为了让博翰读书，所以假借心宇的名义跟博翰即时通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你们太过分了。博翰，对不起。对不起有什么用？你们这样算什么兄弟？金润，你知道吗？博翰说你画课跟我们同一组耶。真的吗？他以前不都是跟哲成、一鸣的吗？怎么突然这样换组？你真的不知道吗？他偷偷用星宇的即时通跟博翰聊天耶。真的很可恶哎，居然欺骗自己的朋友。真的太可恶了，还冒充我们星宇，真是不要脸。怎么办？我们好像变全班的公敌了。我们现在只能跟博翰好好道歉了。博翰，要不要试水里？我阿妈从山上寄下来的耶。博翰，你就不要再生气了嘛。天下没有过不去的事啊。什么叫做天下没有过不去的事？你知不知道网络有流传，我有可能被笑到全世界各地去呢。博翰，老师，帮帮我们好不好？现在博翰都不原谅我们了。连同学都指责我们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做？对啊，
我在班上都快活不下去了。讲这么严重，既然这样，当初怎么敢跟他这样子恶作剧啊？老师，我们只不过是跟博翰开个小玩笑而已啊。对啊，又不是被偷拍，抛到网络上，事情也被闹成这样。现在你们知道小玩笑也可能会造成大伤害了吧？以我看，博翰这一次是真的非常生气你们整他哦。老师认为你们应该要拿出更多的时间，用更足够的诚意，才能够化解你们犯下的错误哦。那要不要我们帮他约心语啊？那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要不然博翰，怎么是你？你真的不接受一鸣和哲成道歉吗？我觉得他们是真的很有诚意想要跟你道歉，你要不要试着接受看看？他们冒充你，难道你不觉得生气吗？当然生气啊，可是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的过错而让自己不好受嘛。请接受我们的道歉。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，我们决定以加倍的处罚来换回我们的友情。这是加倍的，两个人两军。欺骗我，我会冷静下来并好好跟他沟通。我会问他为什么那样做，并且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如果是善意的欺骗，我会选择原谅他，但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话，我就不会再原谅他了。如果我的朋友欺骗我，我会跟他说，如果朋友是用来欺骗的，那可能连朋友都当不成。年轻的故事。哇，博干，你好性感哦！我别再看了，博干不高兴。所有青春活力造就全世界。博干，年轻的执着就是梦想。如果你们是博干，老师认为你们需要再花更多的时间，拿出更足够的勇气、诚意，拿出更多的诚意。这一句吗？